大家好，我是阿红。今天呢，我会跟我的同事小杰到大埔的河滨公园去露营。那中间呢，会经过南溪，我们会在那边吃个中餐，到那边的全联买一下晚上要吃的东西，然后再往营地去前进。那这算是我们的首露啊，所以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啊。那希望今天都能顺利喽。买完东西了，那因为没有最近全联它的冰块卖完了，所以待会我们在 Seven 还要再停一下，买一下冰块，不然一些冷冻的东西它可能会坏掉。很多人，因为菜这里当凹。哇，冰块不行！啊，你这个你要翻一次啊？对啊，这菜可以要，虽然都不用到冷藏了，就是怕冰的，因为今天太热了。你要不兴盛，对啊，就来绕晒。太今天太热了，要冰一下。有啦，可以了。好，搞定。水啊，水亏。它这个你要放在里面。对啊。当然能绑啊，不然就没办法单绑。这个是直接中的，你还牵得动？这个岛我可能牵不起了。夸张，啊，就直接直达目的地了。啊，直达目的地。干，这好重哦。下去也太棒了，我不要停停车场。没有啊，你不是先找厕所？我记得，是骑军
那一块吗？都可以啊，看你要。哦，可以可以，我看到那里有个美女跑过去，我就要过去了。北七啊，我北七，欸，我知道。去啊，好啊，啊等一下冲下去是不是？好像不行的，我怕。对啊，所以我说从这边啊，从这边那个树荫底下啊。那我就是从这边骑进去哦。没有，从这里的这一块呢？那上面中间隔一个这个啊，隔一个人行道啊。好，不然你进去了，进去，那就这里啊。你这里啊？你要倒了化解，我来给你扶。你是来给我切啊？我准备先拍卡的啊。我下去会不会那个？会哦，会哦。哎呦，天妈！哎，你老师哎，我惊死我。啊，旁边树下就好了。标记已完成。这里树下就好了。哎，我会停在这里。我们的天幕搭起来像这样就对了。真的。这个。怎么看？这里不平啊。这里不平。那里呢？对啊。那里。还是要找别的地方。我突然觉得。冲过去就好了。哪里？这个啊。那冲不上去。那你要冲去哪里？那里好像比较低。你说下面、這個、还是下面那里？对啊，下面那裡、就是、摩托车那里好了。好，下去下去。你说摩托车还是摩托车旁边？对对对，摩托车旁边。大摇一带。你看哈赫，这那么恐怖。视频标记。哦，哎，你要慢一点，我觉得会中，但是我车比较高。没有没有啊，没有，再进去再进去再多少？对对对，那里可以，那里也可以。当然是很难骑，你那骑不好，带上帐篷被拍。真的嘞？哎，这里也可以哦。这里啊，那里那里，就这里就这里，确定也好也好，好爽哦。不对，车要停远一点。看这个骑，我觉得牵不动。那、啊、等一下再骑好不好了？我车好，哎、欸，还蛮稳的，好直，还好有装这一块，好直哦。人家骑高高路也是来录，那个底下你无用啥。马上搭讪你，你下去帅哥，拖鞋先穿上。我想要先坐一下，可是你没地方坐。厕所在那里哦。厕所乖，他跟我说你那边直线过去就可以。他说热水要10块，冷水不用钱。啊，那边人多。我不知道。啊，你刚刚不是去上厕所？没有，我没有去上，我在那边而已，逛完去。那照来说要骑车去很骚。我先弄三个厕所。
来。我还没有在这种欧美吹过哎，我还没有在这种。我爸有没有带短裤哎？怎么人那么多？我也拍死哎！哎，我有带两双拖鞋，我带两双拖鞋，没有带短裤。你要穿吗？这双夹脚的。厉害嘞，好厉害，连带要两双拖鞋。好渴，好想喝。等一下倒出来，哎，你跟倒出来喝。先喝一下。那我先煮桌子。啊，先煮桌子啊。不用，地上就可以。不要啊。那个真的假的？所以他开发摩托车用的。我们要开摩托车都多余的，对我来说都多余的。摩托车不能载东西都没有用啊。哈哈哈！好爽啊！我上次来草没有这么，就是下面我上次来下面的草都是除过的，哎，没有像刚刚那样。很爽啊，要不要？我再休息一下，一直不停的休息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坐着没有办法体验。不要。你这躺着很爽啊。等一下煮帐篷再躺就好了。我看都有大车的声音啊，一听就知道了。你也是来录音？不知道。哎，可以过去一点了哦。看你等一下帐篷的方向，然后先门口要向那里啊。啊，天幕。它是长方形，门口是在直的这面还是东边？我知道打海字，反正打好可以转嘛，又没差。我这里没风，我看人家都会。哈哈，滑的最高啊！滑的最高啊！我不是先穿一半再穿另外一半了。没有，我已经一直一直穿了。啊，我一直穿很容易耶，这里空间够大。鬼啊！这个很好拉，其实。对，我看怎么样。你不是跟你说拉这个吗？嗯，为什么？直的就差不多了。突然还是发现还是要跟你。
哇，不是这一个，猜错。我觉得等一下被你说服，用野餐垫就好。不行，然后椅子机买哦，就是要用。不要，还有宜家的两个的。买两个。对啊。他也想要啊。他就想要坐着啊。我也想要坐着。我以后骑去舞台就看我带椅子在坐。引擎也不用拉了，不会就算了。不会就算了啊！啊靠！以后算了。我要来给你闯了。哎、欸，哦，有带有带，我吓一跳，我想说会不会没带啊？我真的不确定哎，看一下看一下，好紧张哦！哎呦呦呦，好险！冲到我们露营馆了啊！对，刚好错边。诶、欸，两边哦，红色那边近哦。没有啊，红色有一个红色的啊。从这个不是吗？哎、欸，对啊，红色那边近啊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样。我先打开。我听起来虚虚的、啊，听起来很虚耶。这如果半夜用，应该被他打。真都有这个声音。怎么充电的？我发现一个人就可以了，我成功了，有没有？真的哎！嘿嘿，对啊，一个人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没到底啊？
所以其实搭两次就很会搭了、欸啊，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麻烦，搭两次就很会搭了。对啊。我球鞋是可以，可以吧？都很硬呢、欸。我靠，一只哎、欸，一万只在吃吗？我觉得应该是用踩的就好了。用手压就下去了。看我等一下换鞋用踩，先大概踩的。这个你绑了回来吗？这个结，然后现在上面这个结你会绑啊？啊？那怎么办？明天就收不起来了。绑松了球就好，那个没有很严重。我以为那个风筝是空拍机。不够力，对不对？我这边有小的石头、啊。看，其实也没什么风啊。这个敲一次就丑掉了、啊，这个一定就毁了。哎，你那个有钉哦，我没钉呢。我的床槽垫没有钉啊，要钉啊，对啊，这个刚好呢，你没有发现吗？你要移过来一点，我要去踩我放我的那个椅子，不然那不就是我的这个反了？我的没有刚好啊。刚好吧？啊，你怎么都钉直的、啊？斜的啦，下去要下斜的，不是吗？对啊。我想说先不用多斜吧。你这个也要拉、喔？哦，你不然你不是要下这个、喔？没有，我想这样就好了，风没多大。也是啊，看起来比较专业啊。看起来就很会搭，有没有？就很专业了。也是啊。这样说也是啊。好、啊，算了，那我也不要想了。这看起来很厉害啊，其实这根本就没风，根本没差。还是晚上会起风啊。你打打我不告挡，好坑你！你又超不过去，又是超这样，你这是要斜这样，要多斜？斜这样，往内斜不是往外斜？是啊，对啊，是往内斜哦。那这样哦，来不及了，我已经打好几只了，下次注意。你打歪了，是我打歪了。这一只啊？怎样打歪了？这只杆身歪掉了。你怎么知道？看不出来，你看不出来。
看得出来啊，我就没就跟你说没有。哎、欸，晚上有风哎、欸。你垃圾袋放在一个比较容易接近的地方吧。好爽哦！我突然想到我的灯忘记充电，还好看是都满电的。轻航机吧，那算轻航机。哎、欸。这个坏了以后我不用滑，我以后不要用那个。他怎么看得到啊？好屌哦！太屌了！好屌哦！来吃喽！啊，你们有没有带衣服啊？没有啊。你是来就要回去哦？对啊。白痴哦！你到晚上很暗。对啊。这里不会啊。你没有在这哦？没带啊。啊，你刚好要来不带啊，白痴哦。也其实也没差啦，没差啦，因为我们也没有贵美吗？啊，你们在贵美吗？刚刚明天早，那、啊、你明天早我拿凳台起程啊。你明天早，你们要上班、啊？白痴哦、喔！干，白痴哦、喔！干，你两个素食耶！起厝起好啊！两个都素食耶！真的。我还以为你要过夜嘞，啊！你跑这么远来这啊，真没差，有差呀，是也没差，没错、啊。你现在都可以把帐篷收一收，然后现在回家，搞不好还八点而已。也是嘞，不想录马上走也没差哎。哦，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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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休息一下。刚好有好心的路人想要来帮忙。刚刚没有，没有拍到一群。啊！我以为你要来跟我们过夜，结果没有。可以是可以过夜啊，早上回去而已啊。怕你太硬了。而且没有很太可能。
啊，会冷。对啊，可是就冷应该不会有蚊虫哦。就是，可是人家有点了，人家一定比我们专业啊。我们对啊，我们第一次录完就。我看人家脚温都无帮啊，脚温无帮啊。在东边啊。啊，你食飞机我看卖。我咧，脚温在无帮啊。啊，你食飞机。啊，这贵哦！我小心哦，我把一个吃二十几个，一个吃二十几个啊！我讲给我先吃，我们爸咧也对。哎呀，讲你多吃啊！啊，水口是保鲜的，你听讲，哎，水口贵贵，我看着。啊，然后帮我点哦，高速，哦，你来，捡一捡个哦。比赛啊，比这个比气啊，老边啊，眼泪一流，啊，无偌久，无几秒飞出来啊，会堪的。啊，脚送，我讲不好吃，阿公好吃，脚送，可以话老。晒啊！你要这四百 CC、五百 CC、六百的啦，六百没有，老师说你要倒几 CC 进去？要啊要。看一下，都行吧。我用我用，没血没血，怎么可能没血？看不够，没血，倒不管，我倒五百啊，倒五百，好，那你先用，你先用，我，啊，你要不要点哦？我要用这个试试看啊，我先用正常的模式嘛，正常点点起来啊，对啊，我还有那个打那个打火攻。但是我这个我都打不起来，可以吧？你要先转啊！我上再先转。告白。哎呦，转左边，转右边。点不起来啊！啊，算还是用那个，他把给了。来，好好用、喔，真的半天。啊，这个这是用电的，那个电不太起来。哦，干那么大、喔！哦，还算了算了算了，大火圈刚刚好就好，不要，我想说挑战一下它的极限。哦。好近哦！飞高嘞，呀！不要了，你要飞哎！哎，那个好速系，我还要一斩，你要吗？还是黄光？好速系哦！真的嘞，这样不错，我觉得这样不错。对啊。哎，不对，盖子要盖，才会滚，真笑哎！盖子不用盖啊。不用盖啊，盖转滚比较快，不是吗？哦，也是啦。对啊，我们这资源匮乏、欸，都会抵触一样。真正啊，抵触放回放回修。对啊。他这个不会看到，这是怎样？手红胀，是看不到火。对啊，我觉得是太热了，就是已经。没有，他原本就这样了。哦，我蛮用心的，然后我怕锅子坏掉，算了，不要。不会，应该锅子应该不会，就黑掉了。有有，你在滚的感觉，你赶快用。我们先吃一封糖的。一封糖。这时候大家那么远。黑蒜油，好、啊，黄光哦，我是黄光，这个这样按而已。哦，油包全家了，怎么像是我家狗的味道？哦。还叫哎，干人叫还共鸣，为什么啊？共鸣啊，就它震动了。哎、欸，要滚了，要滚了，要滚了。
汗。等一下放在那里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你放中间就好了。好，我先煮东西，我现在要拍嘛。煮东西也要看啊。煮东西不用看，主要要煮东西要看啥、啊？哎、欸，阿母我要讲哎、欸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我嘛是啊，煮物件就是要看电视啊。我那边笑我。那你看，那哎，我昨天知道我需要打我那个乌龙面包，打不打得开？你自己搞。哎，这倒500cc 的水很少。干嘛好大？我有摇过了。那你有摇吗？我也是摇。对。变生态的，抓到蟋蟀了，真给了，够加荤，嗯，加荤俩蟋蟀，好放生，不要放在这啦，我离棚，不要快夹住伊，无那会夹我的帐篷夹破的，对不？这边好几只，好不好？一大堆，这边都是啊，这边一只啊，那边一只啊，走路都会踩到嘞，对啊，哎呀，唔是出来做嘛，食饭嘛。好多、哦，他会不会怕妈妈听话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当然，等下跳进去帐篷里面，跳进外边啊！去，跳进外边，我要住住了，我死啊！哈OK， 那回到高雄之后，我也都整理完了，然后该拆的都拆了，防水包啊，甚至叠在后箱上的东西。那只是我一转眼之后，小杰就消失了，所以问不到他的感想。那可以确定的呢，是一定还会有下一次。那下一次呢，我会把它再拍仔细一点，毕竟我刚好比较晚出发，到那边也下午了，也比较晚搭帐篷，所以怕时间上不够，变成。很多东西都没有拍到，然后晚上又头痛，也没办法说再交代给大家。反正一定还有下一次，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哦。那如果喜欢这影片呢，请按喜欢、分享、订阅、加铃铛，也非常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阿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